花莲市111年路灯认养活动开跑，花莲圣天宫管理委员会连续第四年认养50盏路灯。市长魏家贤感谢圣天宫为花莲乡亲点亮回家的道路，也为市公所电费负担来尽一份心力，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响应。花莲圣天宫管理委员会主委赖云润还有管委会成员来到花莲市公所，捐赠了50000块钱认养路灯，这也是圣天宫连续四年响应路灯认养活动。我们为了社会来捐赠一些路灯的经费啊，因为这些其实是取自我们的所有的信徒他们的心愿哦，他要求我们关老爷能够庇佑他，能够平平安安。但是我们为了关老爷，我们也要我们的社会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能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市民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啊，为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市长魏家贤感谢圣天宫长期来对花莲市公所大力支持，也期望关圣帝君能够持续护佑花莲，让大家一整年平安吉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圣天宫长期来对花莲市公所的一个支持，不论是捐米还是相关弱势的一个救济，那还有我们路灯的认养，每一年都是大力的在支持花莲市公所。那我在此要谢谢我们所有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信众，还有我们主委大力的来帮忙花莲市。那我知道圣天宫过去都是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也大家也非常虔诚的在拜关圣帝君。那我们也期望未来新的一年关圣帝君都能够持续护佑我们所有的民众，让大家在新的一年虎虎生风，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吉祥。再次感谢圣天宫照亮我们所有每一个要回家的人的路，再次祝福大家。由于新年脚步近了，市长也赠送每一位委员由市公所制作的应景新年春联和红包，祝福所有的委员们虎虎生风。花莲市公所路灯认养一盏1000块钱，为期一年，会在电杆上张贴认养人的名称，有意愿的个人或企业社团可以向花莲市公所财政科来登记申请。记者惠环市报道。